平台现在的唱片平台知名的朋友，观众们大家喊我是王磊，欢迎收看精彩的收费电视剧啊！上回书讲的毛菊花显得自家作恶太多，所以死因连头。那么，这个几位年轻人的音乐阿会得受到影响呢？请欣赏上天台是《三月》第36位，也算是大结局者，即《三月完婚》，由江苏平台头的士兵张明上当代唱。耍个病入家的，没计划，想得无路可走，走死。达春花讲，你如果肯给他死得来，他应该做姐妹。晓得，春花在这些辰光，二龙女人了。啊，不肯死了，那么没计划，搿边独家追求下去嘛，不来。上中来还要讲，到雨水来一人一通，初叫一声，两只三叫一声没起来。春花看见东家三叫真的死的了，我介绍说大一股事搞这档子搞一口子的呀，搿个两家的几十年了，已经等一代呀。啊，说得好听的嘛是人同姐妹，说得不好听的嘛狼狈为奸。东家三叫四个字，我们喊我喊，搞得一些些，那是成了。那么对不起，我们来不及等来东家三叫收拾了。但上辈与开闸很相似，今年才把是不得了嘞，我不能去赌。还有啥三相似，再过来赌人娘啊，八百相的看。这个是三箱子一挪没人出来，你也想得来不及了，这听见耳里汪汪汪狗叫声，一人人叫无声。哎呦，来着，挪我做得起，东家三叫谁再让我生了？当时多争多要嘴下杀个爹，你们自家抽鱼的呀？哦，娘我还是一只猫，我又被多要嘴了。哎，吃多要嘴好不是？我也是大宝，听没人家说了，上点小一点的嘞，不是罗大去听的嘞。得上不必得占个字，你立占个字了，生了谁打家务来嘛？上家子你抽一抽，打下一个劲，两个是罗汉的神球球。小刁，讲讲个不合，你讲个为难吃个粪坑吃，一点都想想错改。我知错就改，你往事情都不难有来，你这给我买的啊，我跟俺来找。那位蔡桂芬，丈夫当时应该不明空气间东家三叫，那么一套我装个子弹，一推推，这个人家还白让我们当了当当了当。现在讲起我连还分装分担，我气血盛放，我称呼嘛不是还么子，是嘛？隔壁去做你哩。那么给他刘青大夫的车中100名兵丁搭配高装，一口一个电脑上高子上一个滚了地上，个车中啊所以门个刘青是个两高的三人，这一个女人没起火，一个女人生火，那么这个人现在都死杀的吗？那么给他个门子才是没起这个洗菜，要清理风筝，人家都没忙，天亮之后刘青回走王相府，来到水牛里讲，是现在没计划的生活才已经四个人。搿么水牛里想不养你少个，搿事体搭个牛肉线就要搞娘死走，牛线就要害得来么生多娘就死成个死个，牛肉线就要失身痛苦，是我要回走去搭娘，两立后是一定晓得搿甚至伤心。所以给他刘青大的奴的我人张水来大的我的等百母娘的多大白高张其实个白伤子给他相夫的王子板先有理位于王子板先生谁在我来的我人谁高的人商量的题
谁在乎来的人在今光荣离去说题目你一个公民上抗日战争抽挂革命是离去喂当时刚才这个太白领下那么因为不是一百王玉璧要当你的是一百继承最高乡里就十日或三次的金融物理所以说王玉璧大公子害得来了所以说你阿肯他的外线叫了假设王玉璧是条条门都耍个态度是你不做事与你自家决定不来比你可记住此事我要当你都变个态我大概为三条神王三一起蒙起文章而且我生命都是离去因此我非他不弃我怀疑比你是没几千个三人的呵呵谁在无想各个老三生之后的记住此事我这样闷闷个三条肯告不那个你都做夫妻等到在腰旁边旅行大自己五年外出来王德芳是夫娘我不吃饭照这个旅行三日这个居民恩公你不提懂的人是不提你记得在让你们饿得歪你是不是因为什么大房听了们挪旅行去害的来旅行你在打仗来一口我们想不服你什么好来哦相国封人在上吕臣既够了是杨国封不人哎呀吕先生来了一帮亲走哦都是封不人了吕先生白家庄那边真压力哦没计划一双手臂一件埋伏神力收一点家财便以封神登于此里、啊、真是辛苦你吕先生了那句话来此番多亏你牺牲今日相聚，哦，聚了我两个小儿的性命，我真是感激万分呐！哎呀呀，夫人呐，此乃吕臣应尽之责，分内之事啊！而今我也赏你分年一次，哎，牺牲从今之后，为归故里们一举斗舍。哎呦，相国夫人跑对面头也不如一妻两人事。来惠州家乡吧，等我想想，请佛恩的为你。可不带你妈妈，可不先生光我敷衍那个人子，我也来为我娘子。那叫为那娘子讲，你们得三岁的陪高庄去夫妻相认，怎么？吕先生不，我得三岁的夫妻相认，只有你两口子晓得哟，别人家不晓得你是个那夫妻关系啊。我要三岁一个拐金娘大高才晓得你本当就是一对夫妻。所以说不做身体眼睛急嘎巴嘎巴不晓得给人光不伤心不给眼里吃不吃呀实在不办法眼当里去啊他一点点塞头来哟耶弄得个人有点奋斗那我把你懂的人子也吃眼里这个讲啊啥个意思李先生啊你应何也伤心落泪呀你不够懂的人是不能嫁给人的呀此话怎讲我真正的孔明人今在要告诉不能听听呀、哦、相国封神呐、我是不生开口
3000万步。说得口明高，夫妻失散，妇女分离，一个子身体。是夫人啊，我现在跟外祖沟通了，很不意思。哎呀，那么就你的刘先生，你不肯出去嘛？谁得了你三夫人吧？哎，还不等来一个人吃饭的了。刘先生，记住选址，谁留在我们相夫之中吧？哎呦，这相国夫人说的还是我的。这个你外祖家没把你们等到你三夫人吧，否则为难爱人的。我等来当没好吧？哦，那么大概三岁来，生女将生我用我们的欧中王来送上名堂的啊！哎呀呀，夫人呐、啊！我是多谢夫人，随礼我。生意了，第三上司月落八根归，所以求夫人把恩开，要上个屋门。高就投入了一段，哎呀，刘先生，你真正弄错了哩子！哦，你当时我做的相国夫人，随便耍个事情，谁还做的？你是高些囡嘛，我又不认得个，你都让他耍上个，我哪写的呢？嘿，真正结婚的个子，刘先生呐、啊，不仅你们夫妻失散，妇女分离。可遇鸡贼呀！哎，就我你手家，你怎么上个的呀？哦，李三子将一十七载，十七年呀、啊，十七年。上次听着十七年也在干，马上想到自个孙浪子。祝你的我不跟侬当个分开嘛，还要慢慢接十七年子。侬把那证书就办脱之后，几户人帮你来打听。但是这个侬呢，这个杀人大海，是喜是恶不得而知。哦，算你现在得高些，侬分开还是十七年呀、啊？那刘先生，不仅你的娘子可以下落啊？娘子她还没吃药。咦，那能够吃就好。吃是谁拉死的？他碰天一步之迷，风雨下几山金。生啊生啊吧的扎水来啊，高级年他什么的哦，哥哥扎马水是那个高级分位个吧，
你都两个怎么打不来过？你非要想高不想混，他想的就张妈身上了。哎，真是张妈，谁是你的娘子啊？哟，跟你来家里特别告状来，我一口香子搞搞些。你是上着要比花头不够相应，那么今在一来在单位告状嘛，我一口也这样要。我们旁边俩年纪都低个，那么是你到了三夫九，你是二十对，你是你。我是一个大师，先上介绍，直接张水来。上午我等到三夫呢，是十六你们的，哪么我确诊了，历史也是我个高师呀。哦，啊，记住学字，这么应该没有第一件次数啊。这怕他一日为非神策，我是他的丈夫。哦，你会不会认出来嘞？我比何都呀。谁牛的等待亲我们靠过我牛来这么就是那个高姐。哎呀吕先生啊，真是太害了，你的夫妻三高的宗室还等了你相夫都有在。那么我沾水来打牛抽起害出来，哎，一度夫妻三高的了王相夫都是你多么都有在谁牛里眼里说了了，把人家十三至十七年那一代在班子都有，我能带一代不活了，不晓得那个业绩那个能与你了送得来，哪里进来了中国家才是送封信来，那封信是一个老无让送得来，信拆开来一口我们介绍上帝也是四句难是要发个呢，有些孤等痛失亲生，不如容易西门女亲。那么李牛里是女性上的外用女人，你是哪个外来人？来去看。女亲一口个封信，晓得这个两空水是生死酒。那现在说比海车子高个的，你这个提供线索。那么那个人了，沙滩红我时间开始呢，这三国妇女，那这个最弱谁是那个天上人，那是预备人长，于是你哪晓得？这还弄十六年门第，打张水来养死人，把小龙堂里挡着孙子球，两个小狗无忧无虑提供出来，那我不能把那孙子球把他们几相。那五多个人把我排到十五有衙门，看上去十五左右，虽然分数的不太，努力抚养神神。我为啥确诊这个罪孽随人都能背了海个呢？因为最主要，我三岁的虚脱，你可以宰他，他是可以养，但是养出来是一个顶多十六岁，不可能十七岁。这个罪孽十七岁，给他面孔打了两个字，一日一样，而且还有点娘娘腔，那是当然龙魔掌。你谁是那个亲生的？我心努力考啊，原来是此。眼睛大的像农山小姐，甘肃是高男人，甘肃男妓要谁最好？谁最好一听，哎呦，胸口的一块就杀断了，今在还得特人。我的啥？这个小狗不见他了，我有一定的责任。我们来吃我三顿我的嘴，那裤子一穿，那么我们吃自己嘴，红的舞蹈，怪在老娘努力搬出去口灯，搬到我是把那生日就搬他的，该打谁努力接雨，要拿暖气人出来，王大妈说你稍微等他一天，做不来个，我现在只想说再不起人，把人告于这个十七年养的之恩，根本是我都给你带出来的呀，谁在我身都不想穿。我来想个办法，这些各位也认出来个。但是呢，你去讲，你读这个啊，你怎么搞来西了？是你的囡呢？你不是人家？哎，我不想办法，是我做个秋他，哎，娘里嘎啦啦走进来，一水里说来说不脱，唱上戏，上半场我做主角，下半场张水来做主角。说的三岁以来，他最只有十五个几年夫妻的，但是我一打出来做证呢，这个最只有了老老不得的，对，可不是我们来请你来。哎，当初一种两帮十八名进士了，我们哪里都西山屋里向办个一趟就给，
我带你到个姚州岭了，哎，家庭还不错的，所以摆一张帖子去拿，追上追把姐听得来。帖子送到主妇衙门，追上一看，哎呦，老李伯谁在乎？来张请帖，刚刚退下来，有种失落感。那么当初神带你办个位堂队，不是带你去看看吧？周知甲子忙正赶到王相府来，不晓得那七一道南山叫不得光，你分享到的。但此地丁家出家，来中国努力领导理想，都听的是一位，那么你冲我冲上上来，给他谁在乎啊？等好了还一口，哎呦，来个人！要进枪炉上水嘛？你太岁哦，老大神，老夫妻的来自何为王富贵呀？哎呀呀，真该上大神亲自相迎呐、啊！哦，太岁，你别请，哦，你别请，听到你向董听风并之手令第五年送上香命，哈哈哈！最太岁呀、啊，老大神，好久不见了。是啊，是啊。当初你高中丁子才，你恩师家中，我们曾经接口一面，你口。记得飞我来了对啊，那个机心的说的害了害谁看的你说过去我也记得这个听上老大神的为甚陆陆佛为马上你提谢了可他了啊请用啥哦都是了哎老大神不计空腹为甚的事可以什么吩咐啊哦你细细加赏啊哦好的好的请用啥真不认识好的哦！我是那头皮外哈。青用啥？一点点毛毛，这个锁也扎都缺的了。锁都缺，你不挖出去。啥心呢？那边东西不是真心弄的，还要好好的特制的，他一个。我看得来了，谁不晓得了？还有哦，老大人呐、啊身子口好我。哦，老夫到外哈。哎哎，像你谁下几位功郎啊？切，问我几位功郎？爹爹妈妈，我几回了一万八，一他瓜子养那个奴，昨日还是别人家当我养了海个了。也想个为人一女嘛，哎呀，就让他想了这回，奴现在偷不想在后山，碰到了两个外甥孙子啊，结帮弟兄了这个，哎，相府里向还来过一道了，我不能告奴个，赖大神呐、啊，为生非生，爷爷爷。一子，对不对？个子，一子要不你了，一出来个哦，飞升一子啊！哎，啊哈，叫什么名字啊？他叫追，哟，叫什么名字啊？能见玉珠，那现在我讲是儿子的呀。哦哟，玉珠不能讲出来个。哎，但是要啥子？今年侬在公堂上想打官司，我们的心里啥介绍？介绍个新娘实地点皮个。现在是我先生姓追名叫追牛，哎，那不是想出来一个叫追牛，这个名字带没灵感。哈，老大神呐、啊，因为你姓名把我想起来了。两板子出来，你是名字想是不名字想出来？哦，方才想出来啊。哦，叫什么名字啊？他叫追牛。哦，追牛。嗯，老夫倒也想起来了。啊，你想起什么啊？哎，那。我两个外甥儿女比你坏在后山，识得一个追牛公子，看来就是领功了哦。我隐去的刚是儿子呢，来了点口气些个。小神仙，他不懂规矩。哦，你都你是漂亮个，天成都算了啊。一十七岁。一十七岁，嗯，绝对不错。客人派对迎亲啊。那么你讲啊，派个亲在，另外的再没事情。来日的呀，我上去配对迎亲。哎呀，好极了，好极了！你个爹地妈妈分配的嘛，耍个啷喊呢？好是什么啊？林姑娘一直提水，上去配对迎亲。我一个外甥女儿一直提水，毛都提水，胸膛进水。哎，那么呢，要将啊外甥女许于林姑娘，我们这位亲戚只好你说口号啊。这个来了帖子起来呀，也喊得来，手指不捏的鱼，牛来一个阿三奴也来配奔我们儿子。我昨天没把儿子个呀，一儿子来的是该弄啥个人家，相府门第，哎，举之不得。我们不个夫妻呀，哦哟，老大神呐、啊，嗯，哦，这是该配不上的。至于差了，
不是你也派给门清呀，我主动刚上来，我晓得那视频你马上对我讲过推荐的了。哎，我不一比呀，需要给他。哎，此事一言为定。啊，我们在这想，为啥你既能拿这个马上头你干不拿出来，来打蜘蛛去嘛？说什么来啊？你那个来了，你那指责是五个就好。老大人呐、幼儿们他不能认亲的呀。十七岁的女小姑哪就不能认亲呢哈、哎呦，一般到你来是刚给他是该配不上的，不其他理由。不其他理由就不得了啊。别动别了，住手啊。别出去啊。呀呀呀，那么他弄发家哈。娘的灯子上想这个我手顶来了拿不进去。怪他所有的我呢通通的跟进去回来了。如果最让一个是多了个头听了，最把这想想，一个人还是势力的哈。你听懂我不来，你弄哪？你太做了噻！我又不要听见你啥事体噻？等等，三个夫人出来么？个事体讲个的哇？真乃是平民辈对出来一个人，啥人么张旭嘞？难道人讲个呀？上坡上戏么？你唱几个？现在下坡上轮到自家走，而且没办法个事体。心里想出这张布，布里向一把汤豆，袋里向水太水。哎呦，有人出来咋？阿伟想姑父你来咋？哦，不娘，啥地方得个布来？你不想姑父你亲自得布给？做什么？天用地设。你还不看看当口，心里想嘛，早起上门哪吃到了啥人民币是呢？不用不用，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芝麻牛血。这位当我做芝麻娘汤头，我不爱喝，你哪晓得？我平生顶欢喜吃糯米的，糯米粥里向我最欢喜吃汤头，都干了啥我不欢喜。吃汤头我不要吃芝麻娘的，牛娘的一比牛嘎脆几个，玫瑰的一比阿米个。吃起芝麻娘汤头，娘为张水来做顶好。那你两个生伯伯下等爱他们三年两对火线日嘛火子汤都不够吃吃自己个汤都能熬的一个种地里汤都我不要吃个的我根本一旦你这个这个汤子让我上当口哦等我上当比了哦嘿我在屋得起来看一餐一只汤都往正自己想一抬哦哟一只汤都在的确是母粉认得来，熬上去不等熬出来，等到熬上去跟娘子出来，芝麻切得细节，我和地得真好，特别么意味感，福地么带呱呱也不灵感。哎呦呦，一只汤头的和他张水来做个了，比一比给。第二真娘啊！哦，第二真好。只怕你十七年没有吃过这么好滋味的牛血嘞！啊！哎呦呦呦，那么烫好子哇！啥地方拿我头里这个年头，你咋个讲出来个讲？第二只汤头刚刚报得知呀，介绍是你上有分吃上做好滋味汤头。哎，个汤头还不小个，搿么硬块个种汤头了，这个卖血个，等人搞稀奇呀！哎呦，要对付大概大路啊！给他汤头慢慢接入味，你俩刚出来的，你没啥人家。哎呀，哈，这才是真娘啊！你是好人啊！你的苦命的水来，嘿，你竟神不出来啊！张水来，声音都没说话，最近仔细一看嘛，是对张水来。咦，你真会才子啊！许此之后，这等之夜啊！好，哥你才刚出来，当初你拿我血脱带出来，对西药在牛里拿我举起来，我一见上自己往想呵呵，想想你是个真个西门，我做子好子生女好办娃子啦！哦，原来是如此。你真会带子啊！用哪我带来，我又要来了。老大人请我带子睡家产。时尚家居之都，评价精品商场，苏州远发金屋家居装饰广场。那么你是
教堂的地址位，但是有个老三路的配本的儿子是任惠内之子。哎，与他们相逢门第，结为邻近之好，真是大大的一桩喜事，真实是惠内呀。我是个与儿子举之而不得，我没有儿子，怎能与他们结识我亲言？不是府上有一位叫周玉公子的吗？别人不知你的，你也不晓。怎样？这个周玉谁是当初我来到刘青阁，听你在扬州写歌，又是无耻的小娘亲嘞。我分数读读他，送回来高，隔不同夫人往日抚养。哦，徐子说嘞，他不是男子、啊，不是男子，乃是女子，乃是女子。原来周小姐女扮男装的呀。你亲爹娘忘了忘了，其实你个三不是害不理想的了，都您听个要。谁在我不喝了闭门闭语，那个觉悟出来不达到老对吗？哈哈哈哈哈！追上啊，你好，哎来了的，你不喝了有的啊，咱们也记住啊。农三叫玉白路上阴阳对的，那是个去金阁山主持门，我说嘛，怕他光来个哇，一边说。那个人你别能上你来再写的，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你亲生，不是我亲生，是我几年亲生人，这不可能，不可能啊！你不相信，你们张水来，那么你们，我带你不错开，这过几年夫妻，你总该帮我开。水来啊，哎，这个女儿可是我亲生的吗？哎呀，我哪是发呢？啊，来一嗯。你虽然说的假吧，是你夫人的囡儿呀。你还在干光着的啊？你没办法要哪帮你？你不爹是吧？那么那个作证不还不是你做吗？哈！一比谁再无失手了，你有十七年养过主人，不过这个结果要还给你。为此本都们我们不管啥个，我们做事，鸡心的王一心难追，胳膊上一步迈下来。各位等了最高文等了多王高，一个文等了你王高，你一个文等了多最高，说这个欧宝，因为你是亲三个，一个文三十一年，你不是亲三个，你一个文有能过这一年不年，哦，有多外孙刚的你来，虽然最不济外周期大王日夫人刚亲上，但能啊是明白，那是王想要的能，你的这个奴奶养得十七岁，一路要会跟。各位先叫跟师夫妻两高的有的往上中手打娘摇大腿啊，福星观众嘿，各位呢该不是上牛油留来往右边大概牛肉先叫得地呢也是夫妻，因为往右边变态非他不去，所以门各位牛肉先叫你耍个态度，我如现在要讲王公子啥意思，我黎明不是爱情，别做你个我就他自己把格夫林是你女子变态非你不娶个门面，我非他不叫王玉辉儿公子大哥哥有车姑娘拍的拍的不用各个姑娘总理想不得了啊，那么谁他条条毛看了，嘿嘿，我也他是我丑姑娘。王德曼谁努力他并非一比，我刘青龙啊，出身低微。那么谁他刘青刚，你个哎，你年你是这样贪多能。刘青那么谁他你在要讲后山西游时中，我家的谁准备我丑家的不能？就是个姑娘谁是我丑呀？那是个哪日呀？啥个白色叫了我把当年是顶上呀？好。你说要像牛来之子寡妇的，我看见我姑娘是人相识，我当然是优秀啦。那么两代小夫妻实在无关，不过前牛里谁当农民讲，我他个东西一点点不以前，但是汉人的辰光不人搞在了七夕这些门把东西不啥个出身家，当时就是我们这些老三农民要破坏激情的氛围，谁在乎这个路嘞？你大哥哥领后重兵追兵龙岗，说的这养到你是农分养的官，这是个窑，你弄个椅子弄，不想想吧？嘿嘿，
牛肉三条就作为周云龙技能在高德王高嘞，什么也好都想得的嘞。两对小夫妻等到神情八荡，这个爬上不得了。呵呵，整个杭州城的荣光有八百万人去，70%在吃到西汤，那在吃西绝对不可能的。两对小夫妻们成功在，这么个牛就是要叫在云南的，是搞不个小杭州最通的。嘿嘿，本堂是结巴弟兄，现在都是夫妻在。那么没计划事体，王泽凡也上到最本不谢中皇帝，谢中皇帝讲，既如是，死不再去。范高章所有财产差着不可，那么范高章空壳如此，荒废他作业。王泽凡说：“怎样吧，你皇帝死不知刘清吧？刘清他三岁来，让范高章恶徒百逆，那我们想想，错大不等差，差差不公，小小之外。”比如王爷一共36位的商业员的精彩全部播放结束，文章呢也请大家欣赏江苏平台团了主持讲江苏春节节浪的精彩节目，同样非常精彩。比如王爷文章再会。